这是我这个我没有在那个地方，这个把这个违规行为，他这个现在制止我这个，他现在这个要我带他的存款是吧？这个我这里，这个王军，这个我，哎，我先去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派出所坐了坐，好不好？你这里坐，我先去坐。行不行？坐了，我回去。我在那排队就坐了。没事，我的爹，我不回去，我先去。还有计划一下，我先去。行不行呢？他可以坐了。回去，不回去。啊，我先去，好吧？我跟他老婆在学里，我跟他学生连不起山的，是我的错。别莫说，哎。我就是家里，我跟他学的，是不是能我问题？我自己看自己学校看不认他。哎，保安，我问你了，他跟自己学校看不看的？我就他，我问你，他看的，看不看的？要求比你强皮，哎呀，是啊。不是我是爹，就是话，老子看自己，不是老子看自己学校，老子毛看了，老子看自己学校，老子毛就看你学校，你要开什么？老子毛你学校。老子我看你学校，我让你个证好吧，我们走。你认啊？认。老师那个情况是，你认不跟老师孩子，他找你；你不跟老师孩子，他从你就骂。老师不要，老师不要，这个情况才是，好不好？老师不要去，还有几万还，老师不要去，你是我意思的，我现在就在火车上，但是跟我的对面，我商量商量，我们个违规行为，我是全，我是讲，你看，我商量别人，我全，我商量商量，我你说你对面是不是你对面是不是你犯罪方位？那是我的亲戚，你亲戚是你模式，你跟你学，妈你们走，好吧。哎，你亲戚什么？亲戚什么模式？老子看老子鸡巴，老子看错了还。他跟自己的学生看不看的？老子看老子鸡巴，老子看错了。你都往我的死上来，你鸡巴不一样，我这还没那个逼还。你要是这个老子那种，老子弄是个鸡巴，我告诉你。你在想什么？保安的台阶呢？我还想，这逼话，我们都跟他上过。我的妈是，我的老便宜了，我的妈！你是知道酒店啊？你才把什么话？你动手啊！你姓我啥？我姓于，你不要动手。好，我问你，你不要再动手了。我知道。我看你喝多了，我看我是啊，我也没喝多。我们去派出所就是。但是，这个我可以跟着你去派出所，好吧？派出所跟我们走，我们去派出所。行，我可以跟着你。那不是白说了，这还骂你，这还中你。啊，去吧，你活着都是不能再活呀，喝酒也喝，随便别人，随便别人。你放你狗屁！老师在房子吗？老师还老有一鸡巴那个还没呀？你这里？哎呀！三两，等会儿上回一个上回去。老师，我穿的怎么样？不是人家的三两。哎，啊，刘军，你这里搞一个意思。好，别说你。